试试看搜不搜，搜不搜，搜不搜啊！啊啊！我读不读？读不读？这个。奶奶，饭到了，好香的饭啊！试试看，哇，好香哦！来。怎么回事？馊的饭也拿来给我吃啊？馊？不可能啊！我刚从电饭锅里盛出来的，怎么会？可是它就是馊的，这个饭是馊的、你吃。好吧，我试试给你看，看看馊不馊啊？好香的饭。试试看啊！我不吃，我不吃，好好的，我不吃，我不吃，一点都不错，我不吃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不吃。他，别生气，怎么了？他拿馊饭给我吃啊！从哪儿带的土包子啊？什么呀？怎么回事？我不土，饭也不馊啊！错了，馊了，馊了，馊了！奶奶，你试试看，这饭馊不馊啊？你试试，试试看馊不馊，馊不馊，馊不馊啊？啊啊！我读不读？读不读？这个。哇！你这里简直就是皇宫啊，好舒服啊！对了。以后呢，这个就是你的床了。不是吧？你要我睡沙发啊？怎么？你想和我一起睡啊？我不想啊。我也不想跟你睡。哎，我奶奶脾气不太好，你以后要好好照顾她。知道了，秦总。哎，这是厕所吗？哇！这鱼缸大的可以游泳了。家的厕所比我的房子还要大呢。既然你这么喜欢，不如你睡厕所吧。不跟你说了，我要洗澡了。别偷看哦。我就在小卖部买了一些面包了，牛奶了给你吃，哎，打折的这个面包好便宜的，来喝牛奶，妈，吃吧。妈妈，你不吃早餐了？妈，你真的不吃了？不吃早餐对身体不好的。有钱人都不喜欢吃早餐的吗？妈对我好，想留给我吃。妈妈对我真好啊。
累死我了，哎呦，热死了。怎么样，那个女人被赶出来了吧？没有没有，亲家啊，风平浪静的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怎么可能呢？亲家那个刁老太婆怎么可能接受安秀妍那个女人做儿媳呢？姐姐，你说秦总和那个安秀妍是不是真的？你想说什么？没有姐姐，我的意思是你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啊。安秀妍，我花了多少心思才盼到松平离婚，你想捡现成的便宜，没门。姐姐，哎，姐姐，姐姐，哎，我问你，那个江北的江大夫现在有消息了吗？他呀，哎，小燕，我总觉得看着有点怪怪的。嗯，怎么看都不像有钱人。安然，哎，安然，安然，安然，你真的比你妈还绝啊？他走的时候不是给你钱了吗？那是生活费，那是我们吃饭的钱。你先借我点钱，我给手机充值。安然，借我点吧。反正也是无聊电话，不借。哎，安然，那不是无聊电话，那是我未婚妻。哎，长途费很贵的，你就借我点钱啊。好，安然。不可能。安然，你妈走的时候跟你说什么来着？不是说让你听我的话吗？我现在让你把钱拿出来给我。不对吧，她是让你听我的才对，还有她不是我妈。安然，你跟你妈一个臭脾气还说不是你妈？是，安然，借我点钱。妈，我准备要去洗衣服呢，你找我干嘛？你父母亲是干什么工作的？我父母是干什么的？别重复我的话，回答我。我没有父母的。他们过世了吗？在哪儿过世的？在哪儿过世的，这重要吗？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。那你在江北是干什么工作的？我在酒店上班啊。什么职务？领班、经理还是主管呢？没有那么高级了，我是当临时工的。临时工？妈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一个外号叫临时工女王呢，我可以打好几份工的，大家都觉得我很能干。那个时候我真的很能干啊，我可以干很多活的。我呢，在酒店当过清洁工、刷油漆，我还记得我穿过电线呢。我在这个餐厅当过服务员，我还做过按摩师呢，我都忘记帮你按摩了。哎，你别碰我。哦。干活去吧。好。哎妈，如果你需要按摩的话一定叫我啊，我还会做脸呢。嘿，你皮肤真好。荒唐，真是荒唐至极。美芝，来找你妈妈是吧？是。杨大夫今天有手术，要不你先到屋里等他一会儿。好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，先坐吧。Thank you.
怎么不做呀？啊，妈，一会儿有空吗？我们一起吃个饭吧。我没空。你那个前夫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知道？全城都知道了，你能不知道吗？都已经离了，他做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，你现在也喜欢看这种无聊的报纸？好吧，你看，他能满足你的求知欲。我走了。